上不让出去了，出城的都封住了，不让走了。去孝感的封了啊，去孝感的不让走，全部堵死了的。今天中午的1点左右，武鄂高速的这个龚江岭收费站也已经封路了，所有出城的车辆和人员都禁止。我在汉口火车站，全部是武警把守，10点以后的票全部都不让走了，不让进了。火车站滞留了很多的游客、旅客。火车站已经封了啊。已经疯了，都不能走了，这怎么搞？这都走得来了，武警官兵都走得了，不用走了啊。天河，武汉天河机场，武汉天河机场马上就要封闭了，不让走了，停班。公安的都到了，我们送公安的来封机场来啦。不知道这是叫号啊，还是排队？叫这个兵人到这里站站几个小时，他不是互相交叉感染？你就叫号就叫号了。我们小区号召那个小学，那个德才小学号召的小区里排个三个了。这医院是什么状态了啊？已经看见了吗？这是医院里边啊，家里有孩子的能不出来千万别出来。这个事现在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要严重，知道吗？真的非常非常严重，看这里边，现在这是医院里边，已经什么样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这跟他妈生化危机，我操，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。
好看呢。哎呀，那咋啦？你那个本子嘛，你要加入我不晓得哦。我不在不在啦，你在你在，不是这样子不？你怕出门在外头，你咋穿着去？要我们那口子也不在了，没关系。哪里哪里哪里？我这种大事，哪种事关注啊？没事啊，要喊他不在，要在在我是麻烦的。就是事，他那个讲的。把我面子上，家庭当时把这妈妈就都抽筋，抽筋虚。他要喊我出来，他说你咋走啊？耽误一下咋子？我弟子就是可能吃饭，就不得顾虑在搞啥，还没个豆皮能吃下。豆腐大学生呢？豆腐教授叫就你在了吧？我有神经，搞什么叫学校个麻痹叫？冒死人了，要冒这个叫了，要死你我跟他啊！二零零三年问题我叫，我知道好多我这个叫了。我给你媒体我搞给你叫不？啊，公民法啊，你给叫开门啊，刘爷没事啊，申请开门的还是不没有申请了，还是家教恶夫了。他们我们没时间了，我只想毛哥没时间，所以让你戴着口罩稍微恶夫一下。毛有那两人子开了两口，我要一股子把我戴口罩就没了。你看了，你看，除了刚才骑着摩托车，哎，没办法，鸡巴那路道上你了，我要忙个。